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对应到部署这里面了。对应到部署这里面的话，咱们就得对于整个网站结构是不是得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啊，对吧？咱们现在来去看一下。那通常情况下，在正常情况下的这样线上里面呢，我们去运行的对应的这样的一个程序，那之前大家写的这个 Django 里面应该是 UVC 加这个 W 这个对应的这个 Django 吧。那我们现在在这个 Flask 里面的话，它去使用的托管的那个服务器是谁呢？托管那个服务器我们马上会去说它是哪个东西呢，是一个叫做绿色独角兽的这么东西，这个叫做这个 G Unicorn。 Unicorn 东西是独角兽，这个 G 呢代表是 green 的意思，所以就是绿色独角兽，这个是这个 G Unicorn 它去开发的。这个 G Unicorn 呢实际上也是类似于那种多进程或者多线程，它也支持多协程的方式去进行运转。那我们现在先来去对于整体结构有个认识，也就意味说我们所写出来的这样一段 Flask 程序，或者说我们之前所去认识到的那个 Django 程序，它最终是不是离不开对应的那个服务器啊，对吧？我们现在这里呢就是所要去说明的 G Unicorn 加上 Flask， 这是关于这样的一段程序。好，这些东西的话是运行在一台机上面来。那我们说的实际上最终在线上运行的时候，不仅仅只有一台吧，只有一台情况下是相当于它的能量会很有限呀，所以在真正线上运行的时候呢，会有多台，可能会有两台、三台、四台、几台都是有可能的。你这些伺服器当中在进行运转的时候呢，它所使用的都是同一段程序，跑的都是同一段程序，那只不过是说每台机器它所运行的跑的一个端口可能不一样的。比如说这台机器跑在192.168.1.8.，比如说 1.2， 然后呢它可能对应到5000端口上面来，而底下的这台机器呢，它可能跑在哪儿呢？它可能跑在192.168.1.3，然后呢对应的5000端口上面去，这是关于这样一点。然后呢，无论是你跑在哪儿，你再去进行读取的时候，它所去存放的数据库也好，去使用的 MySQL 也好，它是相当于独立之外的吧，对吧？因为我们说了，你在真正线上去使用的时候呢，是专机专用的方式，每一台机器专门去干自己操作。你这台机器如果只跑 Flask， 那就跑 Flask， 那你如果那台机器专门是放数据库的话，那就只放数据库。然后我们再去说，那你后面的话数据库跟 Redis 放到这里来之后，那你无论是哪台机器上去运行的 Flask， 最终它所操作数据库是不是都是同一个呀？原因在于哪儿啊？原因在于 Flask 里面程序里面的配置文件是不是都是固定的呀？而我们让这些程序里面运行的都是同一份程序吧，所以配置里面的东西参数是固定的，也就意味着说这些程序在进行使用的时候，使用的数据库是同一份，使用的 MySQL 使用的这样的一个 Redis 呢，它也可能是同一份。所以就相当于这台机器里面连接的时候呢，它找到的是这样的一台 MySQL， 而底下的话它访问的 Redis 呢也是这样一台。那回过头来再进行操作的话，那你底下这台机器再去使用的 MySQL 的时候呢，也是同一台 MySQL， 那相对应的你使用的这样的一个 Redis 呢也是同一台 Redis。 所以这是关于这样一点，多台机器当中呢去共享你的数据库跟 Redis。然后我们回过回来再来去说，那我们通常情况下把运行 Flask 这样的程序，或者是 Django 这样的程序呢，把它叫做什么东西呢？叫做业务服务器。为什么叫做业务服务器呢？原因就在于是说，你的 Flask 程序或者这样的一个 Django 程序，它对应到你实现的是不是就是整个 Web 应用的一个核心呢？你的 Web 应用实现出来的是不是就是业务逻辑啊？所以你的业务逻辑都放到你的框架里面，以视图的方式写出来了，那你这样的程序的服务器呢，我们把它就叫做业务服务器。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去说，那相当于现在此时会有用户吧，那如果说这个用户一旦过来之后，那你说你到底是让用户访问哪台机器啊？你两台机器里面访问的业务逻辑都是一样的，你到底让他跑哪台呢？你能够说告诉用户，我这里面有一堆对应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器的 IP 地址加账号，你随便选一台去运行？通常情况下是不会这样的，我们只会给他一个统一的接口吧，统一的入口。那统一的入口是谁呀？是不是就像我们之前所说过的那个 NGX？ 所以这是我们说的这个 NGX。
NGINX 是它所对应的一个统一的入口，所以呢 NGINX 可能会有一个固定的 IP 端口号，比如说是 192.168.1.1， 然后呢通常它放到前端，那它对应的端口号呢也是80端口，我们给它放到这儿。那用户在访问的时候呢，你访问的是谁呢？仅仅是 NGINX 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现在说说 NGINX 的话，它有一个特点，有一个什么特点？咱们之前所说过的负载均衡吧。我们说你之所以把它放到前面来，然后用户来了之后呢，你经过这个 NGINX 引导到不同的机器上面来的这样的工作呢，我们把它叫做负载均衡，就相当于可以把用户给你分摊到不同的机器上面来，两台机器上你相当于合起来能够承担了所有的用户，这相当于叫做负载均衡。那 NGINX 的话除了负载均衡之外，它还有一个特点，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能够去提供静态文件。因为这个 NGINX 的话，它去提供静态文件的能力要比普通的我们在后面说的这个 JUnicode 啊或者 UVisley 啊要比这些服务器的能力强很多。因为 NGINX 在设计之初呢，它就是用来做静态文件服务器去设计的，所以呢它的一个文件能提供能力会很强。这也就意味着说，我们为什么在 Django 里面进行部署的时候，你在后面的话是不是要执行一步操作呀，要把 Django 里面的所有静态文件 collect 收集好之后放到 NGINX 当中吧，交由 NGINX 进行提供。所以这是关于这样一点，对于 NGINX 你要清醒的认识到它提供的负载均衡以及提供静态文件，这是关于这样一点。那我们接下来咱们再进行配置的话，我们直接配置到哪儿呢？咱们就来配置一下 FLAS 里面对应的这样的 JUnicode， 如何让这个 JUnicode 这样程序呢把 FLAS 给运行起来。那让这个运行起来的话，我们首先得去进行一下安装一下什么东西呢？安装一下 JUnicode， 我们直接可以去使用这个 pip install 这样的命令呢，把这个 JUnicode 给它安装进来。安装进来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去使用了。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在我当前的这个环境里面呢，已经安装好了。安装好之后呢，我就可以直接去使用它。我就可以去直接去使用它。我们再去使用的话，直接用这个 JUnicode， 直接输这个命令，然后呢，可以加上杠 -h 的方式来查看一下。我再去使用这样的服务器的时候呢，支持哪些配置参数？你看一下杠 -h 所列举出来的这些东西呢，通通的都可以去定制这样的一个服务器它所对应的行为。那这些参数呢，没必要去记，我们只需要记住最常用的东西，或者说你对最常用的东西有印象，回过来去查就可以了。我们怎么去用呢？这 JUnicode， 然后呢，直接把它当做命令的方式，然后加上一个杠 w 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一点的话实际上在这个课件里面也是有的，我们直接去说杠 W 代表是说这个 JUnicode 在去运行的时候它开启几个进程来去运行。那比如说我们给它开启这个四个， W 代表是 worker 的意思，开启四个进程。然后呢还有第二参数杠 B， 杠 B 的话指明你把当前的服务器绑定到哪个 IP 地址跟端口号上面来。比如说把它绑定到这个 127.0.0.1， 然后呢比如说5000端口给它绑定到这里面来。绑定到这里来之后的话，那它还有一个参数，有一个什么样的参数呢？有一个参数就相当于是说你在去运行的时候，我们通常情况下自己去运行这样的程序，这里面没去写，通常在你运行程序的话，你会发现会有哪个用户请求发送过来吧，是有这样的信息。那你如果直接对接到你的这样的一个 JUnicode 的时候的话，你如果也想看到这样的一个到底是哪个用户请求过来的话，你可以去给它添加一个对应的参数，把这些个参数的历史信息呢放到文件里面来，就叫做 access log file， 就相当于是访问的一个历史记录。那么把它放到来这里，相当于是两个参数，两个横线 access access， 要加上一个 log file。这个 log file 的话，你可以通过哪儿呢？通过那个命令，你能够查得到。JUnicode 直接在这里面，这个杠 -h， 你能够查到里面会去写明了一个 access log file， 你在里面能够找到对应的东西。这里面看到了吗 ？access log file， 通过它能够去找到。所以呢，相当于我们要配置这样的东西。配置这个参数的话，相当于它把用户的请求信息给你放到一个日志文件里面了。那这个日志文件在哪儿呢？我们得需要指明相关的路径以及文件。比如说我现在就把当前的这样的工程目录以及或者说这 UNICORN 的启动目录呢作为它的目录。那我在这里面去创建一个日志的文件目录。
咱们可以给它创建一个，比如说叫做 logs。创建好之后的话，那我接下来就说了，你在运行的时候呢，日志文件我就给你放到哪呢？放到当前的 logs 这个目录里面，还要去指明是哪个文件。比如说我就给你放到是 log 这个文件，所以呢就可以放到这样放那儿。放到这样方式之后呢，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去说，接下来再去说的话，就相当于我就能够让它运行起来。那你说这个程序在运行的时候，它到底运行的是哪个 Flask 程序呢？我得给它指明吧。所以指明的方式呢，直接就是说你要去注意，我要去指明的是哪个文件里面的 APP， 你按照这样方式去指明。比如说我现在让它运行的时候呢，咱们让它运行一开始写水的一个闷.py， 这里面有一个 APP 的程序，所以我就让它去运行这个东西。所以呢怎么去写呢？闷，这个闷的话它既然是正好在这个目录里面，所以它能够访问得到，但是后面的点.py 是不需要的，你把它当做一个模块来进行对待，相当于是运行到这个闷模块里面，然后呢在冒号分隔是这个文件当中的哪一个 APP 对象，这个 APP 是谁呢？是 Flask 你所创建出来的这个 APP。 如果你在这个 APP 起了一个别名字的话，那你后面冒号也要去写一个别的名字。我现在在这里面写的是 Flask 对于您创建出来的就是 APP 对象，所以呢在这里面直接去使用 APP 对象，所以 APP， 然后呢敲一下回车，敲一下回车之后，你看一下它当前呢就已经以四个进程的方式运行起来，而且运行在刚才我去给它去指明的这样的一个端口上面了。然后呢咱们直接能访问一下，在这里面呢我去提供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主页，那咱们去访问一下，比如说给它加上信息 JUnicorn， 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访问出来的是这样的视图。咱们直接回过头来，对应的是 127.0.0.1， 对应的是5000，然后访问一下主路径，我们让这个程序呢重新的去刷新一下。当前我访问的是不是这个东西啊？这是闷吧？我帮它重新升这个保存一下。这时候的话，应该是它已经读取进来了，还没有进行生效呢。咱们重新给它杀死一下，重新运行一下，让它去生对这个新的程序呢生效一下。回过头来，咱们刷新一下。看一下是不是就运行到刚才我们访问的那个东西啊？这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操作。那么现在看一下 log 日志，这个目录是不是放到这儿了？你把它点开，点开一下刚才写的这个 log 文件，你看一下对应的访问的路径，它是谁访问过来的，访问的是哪个路径，然后呢时间都放到这儿了，所以这是关于它的一个历史记录的信息了。然后放到这儿之后的话，紧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放到这儿之后呢，我们说了，你在这种运行的时候，通常情况下你说这段程序的执行是不是离不开终端呀，对吧？我的终端一关掉的话，程序是不是就死掉了呀？所以最终在线上执行的话可能都没有这种终端，那你说这时候怎么办呢？我得让它以后台的程序去运行，也相当于是以守护进程的方式去执行。那这时候怎么去操作呢？你现在来看一下，只要再多加上一个参数，哪个参数呢？这里面加上一个中横线 D 的方式，这个 D 呢就代表是 daemon， 这个 daemon 相当于是守护精灵的意思。所以如果一旦加上这个参数的话，它就会以脱离终端，不再依赖于终端，再以后台的方式在背后默默的去进行着运行。所以你现在来看一下，我直接加上这个参数之后再敲的话，你看还有那提示信息吗？没有了吧。我再看一下 PSAUX， 然后呢直接 grep 操作，直接去查一下 JUnicorn， 你看一下后台是不是已经在运行了呀？是有的。你发现在运行的时候，这里面有几个，1、2、3、4、5，有五个进程吧？原因在于哪？是不是相当于主进程，然后再创建出来四个子进程啊？是这样的方式。那你现在如果在后台运行的话，我想把它停掉怎么办呢？ Q 掉，只能是 Q 杀死掉了。我在这里面比如说杀死一个东西，哪个东西呢？这个应该是11908吧，11908，直接给它杀死掉。然后呢回过头来，我再来去看一下对应的这个东西，应该会有一个慢点的东西。你现在来看一下是不是相当的都死掉了，只要杀死一个主进程通通的都死掉了。所以呢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控制，所以把这个东西也写到这儿，加上一个杠 D， 指明它是以守护进程的方式来去运行。那真正在线上运行的时候呢，通常呢都是把它在后台去运行了。
所以现在关于刚才我们所说的哪一点呢？关于所说的你这个 JUnicorn 是不是能够跟 Flask 结合起来的，对吧？跟它结合起来了。跟它结合起来之后的话，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直接在做的工作呢，就是配置一下 Nginx， 让 Nginx 能够去导向到这么多台的机器上面来。那我们在这里导向的话，我们现在只有一台机器，所以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下模拟吧。咱们怎么去模拟呢？我能不能说在同一台机器上面给它开两个端口啊，来模拟两台机器吧，是可以的吧？所以咱们现在来看一下，我就去模拟开两台端口。咱们先来去开一个东西，我现在不让它去以首富技能的方式去运行了。然后呢，我待会儿去配置什么东西呢？我配置 NS 的话，我会在我的乌盘图当中来进行配置，让大家去看一下对应的你这台机器跟别的东西呢，相当于是可以分开的。所以我在我的乌盘图中进行配置。那我在这里面进行访问的话，我就能让乌盘图能够访问得到。所以呢，就应该是配置一下我当前机器的一个地址，它是谁呢？是10.211.55.2，这是我当前的 Mac 端口的地址。我让它绑定到这个地方，然后呢，让它去运行一下，运行一下开起来了。然后在另外的一个终端当中呢，再开起来一个，这 Unicorn， 然后呢对应的杠 W， 比如说还是四，然后呢杠 B 绑定一下，还是10.211.55.2，这是我当前机器，我给它开了另外一端口5001。然后呢，它对应的我再指明 access access 杠 log file， 它是谁呢？还是点杠，然后呢 logs 目录里面的，我给它换一个目录日志文件，换成 log 二，换成 log 二之后的话，那相对应的我再去启动应该是 main 里面的 app， 咱们让它运行一下，看一下当前是不是相当于一个运行在5001，然后呢一个运行在5000呀，对应的两个日志文件是不是也都产生出来了？然后接下来咱们回过头来去配置一下 Nginx。那这个 Nginx 的话，整体的使用方式呢，跟之前大家在去 Django 里面所学的方式呢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呢就直接回过来改一下配置文件就可以了。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怎么去做呢？那之前大家这个环境里面是不是有可能已经去写过了对应的这个 Django 的配置文件了呀？对吧？如果你想做的话，你可以做什么操作呢？直接在你的对应的 user local Nginx config 这个目录里面呢去改一个东西。你可以改什么东西呢？现在改之前，你可以先去创建一个备份，就可以先把你 Django 里面已经配置好的 Nginx config 呢去创建一个，比如说 Nginx config 点你随便起个名字，比如说就是 Django， 你先备份一下。备份一下之后呢，回过头来你再去改一下 Nginx 点 config 就可以了。Nginx config 呢是它所去认的唯一一个东西，带了任何一个后缀名呢，它都不去认了。就相当于我们现在通过这样方式，你把你之前的 Django 已经保存一下，然后呢我们现在去改最新的 Nginx page， 然后呢什么时候回过来你要去想 Django 的话，你再把你 Nginx 点 config 呢再备份一下，你把这个 Django 的这个东西呢后缀给它去去掉，顺便把 Django 又恢复回来了，可以通过这样方式进行使用。那么现在来看一下，我们要改这东西的话，改哪个东西呢？我们现在要改东西的话，就应该是在这个 Nginx 当中有一个在哪儿呢，在 HTTP server 的 HTTP 的这一个部分里面会有一个东西叫做 server， 这个 server 的话我们可以理解为 Nginx 在进行运行的时候呢，每一个对应的客户端的东西呢都包含在一个 server 部分来了。那你现在来看一下，当前 Nginx 里面就有一个实例，它运行在哪呢？它去监听80端口，所有放80端口发送过来请求呢都会被这个 server 的这一个部分所包含进去来。然后我们说了，在 Nginx 当中在进行配置的时候呢，配置到哪儿呢？你在做的工作就相当于在这里面，一旦有了一个客户端把请求发送过来之后，我是不是要把让他把这个请求给你转发到另外台机器里面去做呀，对吧？你不做任何处理，你帮我转发就可以了。那这种转发的话怎么去做呢？你是这个 Nginx 遇到什么样的请求给你转发，而又遇到什么的请求的话不给你转发呢？通通的话都是在 Nginx 当中这个 location这个东西所定出来的。关于这个 location 的话，大家可以理解为就相当于你在这个框架里面所定的那个 URL 的列表一样的。 URL 列表相当于是进行的路由分发呀，所以这个 location 呢就是 Nginx 它的一个分发操作了。所以这是 location 它所定的关键字。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那它在进行分发的时候它按照什么规则呢？它认为你后面所跟的东西呢应该是一种路由的路径的前缀，你只要你访问用户的那个访问的路径呢，它是以这个东西作为前缀，那好了，它就会把这个请求的东西呢采取大括号所包含的方式来进行操作。
所以现在我们在这里定义的话，就相当于配置了一个规则。配置什么规则呢？你只要请求是以斜线开头的，不管后面还跟上具体的什么东西，通通的都被这个大括号这个规则给描出来了。那我现在通过这样一种配置的话，是不是相当于 Nginx 所接到所有请求都会被那个 location 那个规则进行处理啊，对吧？那我们再做的方式就直接在这个里面呢去进行转发了。所以再来里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在这里面进行转发的话，咱们怎么进行配置呢？这个 proxy 是不是代表代理的意思啊？ proxy 然后的 pass 就代表相当于是收到了这么一个请求之后，我要给你往后转发了，我给你转发到哪儿呢，你就可以把它放到 proxy pass 后面进行操指明。那你一种方式怎么去做呢？你后面的话，刚才我是不是已经去开启了对应的这样的一个 IP 地址加端口号啊？你不是要把请求给转发到这里面来吗？所以这样的一个程序运行在哪儿，你就给它配到哪儿。那我刚才已经给你运行到一个叫做 10.211.55.2， 然后呢这台机器对应的5000端口吧，那你直接放到这里面就可以了。那就相当于是说 Nginx 会检测到这样请求之后呢，它就给你固定的转发到这里面来了，转发到这里面来了。那我如果在这里面一旦写死的情况下，它说只认一台机器了，它就不会进行轮转，不会认为多台机器了吧。所以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你要知道这种方式是可以的。那如果说有多台机器的话怎么去做呢？你看一下，在这个地方，在这个 server 的紧贴的 server 的上面这一部分的话，我们可以给它补充上额外的信息。补充上什么信息呢？补充上一个叫做 upstream， upstream 代表上流的意思，这个参数是 Nginx 它去认的参数是固定的 upstream， 然后呢后面的这个参数呢它就不固定了，就相当于后面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会把一组的后端的服务器，就相当于我会把后面这么一组的服务器它所对应的 IP 地址跟端口号形成一组，打包起来，打包到哪儿呢？打包到 upstream 这个关键字所去指明的。那你这一组服务器它要起一个什么名字，你在这个地方起什么名字，接下来在底下再进行代理的时候呢就去使用什么样的名字。所以呢在这里面我们随意的去指明，比如说这些服务器我最终在运行的时候它是运行的 flux 程序吧，那么把它去到的 flux。好，把这起完一个名字之后呢，在大括号当中去指明对应的这个以 server 作为开头，代表这是一个服务器的实例，它所用的端口，它所对应的 IP 地址跟端口号是谁。你如果你还有一台，那这还是 server 端口，这个 IP 地址加端口号，我刚才是不是在我左端开来的两个呀，对吧？这两个 IP 地址跟端口号呢都是我这台机器能够访问得到的，所以我一台已经开起来了。那我在这里面给它进行配置一下，那对应的后台都有哪些呢？10.211.55.2对应的5000端口，还有一台10.211.55.2，然后它用的是5001端口。如果你还有更多的机器的话，有几台你就放到这里来，通通的全放到这里面来。放到这里面来之后的话，我们再回过头来，再来去改一下 proxy pass， 改一下它所对应的转发到哪儿。它转发到哪儿呢？我现在呢就直接让你转发到 http， 然后对应的冒号斜线。然后的话我不再去指明一个固定的了，而是指明这样的一个组名 flask。 我给你指明组名的话，相当于他在接收到请求的时候怎么去做呢？他先从这个组名当中选一台出来，比如说第一台先转发给他，然后呢用户马上又有第二请求的话怎么去做呢？他会从这个组当中再去找第二台，如果有第三次请求的话再回过来再找第一台，然后再有请求的话再回来找第二台，就相当于它会保证你这个组里面所那台机器每个人都得到均等的机会了，轮着去进行转发，它是按照这样的方式进行操作的。然后呢底下的话这两个参数呢是通常在进行配置转发的时候呢所要去携带一个参数，就相当于是把这个真实的用户客户端的一个具体参数呢再交给谁呢？交给后端。这两个参数的话咱们怎么去理解呢？你去看一下，如果说我们不配置的时候呢，那相当于最终业务服务器 FLAS 在接收到请求的时候，请求是哪来的？是不是都是 Nginx 来的呀，对吧？那就相当于我在 FLAS 里面去读取，哎，你用户的一个 IP 地址是谁的呢？你会发现永远都是一个人的，不管这个真实的用户是谁，那个 IP 地址都是 Nginx 的，原因就在于你的请求都是由 Nginx 发送过来的，所以就在这样一点了。那我们刚才所配置的这两个参数的意义在于哪呢？配置的意义就在于是说让 Nginx 在进行转发的时候，你把用户的真实的信息，它所对应的 IP 地址，它所请求的什么信息，通通的你经过 Nginx 之后， Nginx 也把最原始的信息告诉给我，告诉给我之后呢，我在后端当中才能够知道对应到真实的 IP 地址是谁了。所以呢刚才的这两个参数对应的就是那么一个意义。我们通常情况下在进行配置的时候，包括把这两个参数也给它补充上。
好，这个东西呢一旦配置完成之后，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可以让 NGX 来进行重启了。我们配置完成之后呢，就可以让 NGX 来进行重启了。那咱们给它保存一下，保存一下进行重启，那是怎么操作呢？ sudo 然后对应的应该是在 user 然后呢 local 也是在这个目录里面来的， local 里面的 NGX 然后呢里面有 sb 目录，里面有 NGX 然后加上杠 -s reload 让它进行重启。重启之后呢，刚才咱们所做的修改呢就已经生效了。生效之后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来看一下，那我现在实际上在访问的时候不用再访问我刚才的对应的这个地址了吧，是不是只要访问 NGX 就可以了？我 NGX 昨天那台机器呢，它是在哪呢？它是在 10.211.55.5， 是这台机器，而且它默认的话不是刚才让你看了80端口啊，所以80端口的话在这里不需要输入，浏览器也会自动把它发送到80端口，所以我直接敲一下，再敲一下的话你看一下是不是刚才已经访问到 index 配置，刚才让它运行起来的这么一个东西了，是不是已经运行到这里面来了呀，对吧？然后呢我们现在再来让大家看什么东西呢，我们为的就是让大家来去看一下 NGX 是不是真的按照刚才我们所说的方式来进行轮转发。我们把这个东西先给它开起来，这里面有一个 log， 这里面有一个文件给它放到这儿，还有一个 log2 吧， log2 我给它放到这儿里面来。然后呢咱们现在先来去访问一下，刚才我是不是刚刚访问的是主页的，对吧？我现在回过来看一下闷当中还有什么逻辑呢，咱们还给它定义过对应的这样的一个 cut， 里面是不是有 get cut 呀，所以咱们来 看一下 cert cut 对应的 get cut， 叫一下看一下 get cut 是不是有了，你再来看一下对应到哪了，是不是在 log2 当中产生这条记录了，刚刚访问的是 cut get cut，而对应的 log 这个东西呢是不是还是之前的这个斜线呀，主路径吧，然后呢我再来给你改一下，咱们还有哪个逻辑啊，还有逻辑应该是这个 orders 是不是也有啊，这 orders 也是我们一起补充进来的，它有什么东西呢，这个 get orders 吧，所以咱们看一下 get orders 的话它是在左边呢还是在右边展出来，那里面有个前缀 orders get orders， 看一下也进来了，你再来看一下 get orders 在哪里面产生出来的呢，应该是浏览器发了两次，这只能证明因为浏览器的话它有种默认的错页，你在里面还没输完之后呢它会发，所以相当于两次都有，我再来给你看一下，访问这个主接线主路径，敲一下回车，你看一下在哪里面去做的呢，当前这个主路径林的 log2 主路径在这儿呢吧，他刚才这东西没有实时的给我去读出来读取最新的这个结果值了，在这里面呢，然后呢这个 log 的话我再让他再看右边，这 log 是最新的，所以是不是相当于刚才访问的主定路径是在 log2 面去做的呀，是在这里面做的， log 没有，然后呢再来去访问一个对应的刚才的比如说是 orders 对应的 get orders， 再来看一下这里面是不是又访问到这边了，而对应 log2 是不是没有的，所以通过这样的方式你能够知道它相当于是轮着去转发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样负载均衡的这样的概念了。现在应该对这个 NGX 负载均衡有整体概念了吧，是不是之前在 Django 的时候没有给你配置多台呀、啊、直接就告诉你把这样的一个 NGX 配置过来之后只有一台，所以看不到这样效果呀、啊、